怎么那个太凶抓他们技师，抓他们技师，先抓小狐狸，抓！哎呦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在哪里？技师在哪里？抓他身上的钱，只有六块那么少。反正就往敌军，就差他这一颗头了，塞进去吧，打掉就有了。那我也不付了，我走了。冲啊！走！先付！冲啊！技师，我在你后面冲啊！很厉害啊！冲啊！这里好多人！哇，技师你好勇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我一个好孤单，我来了！原来你们都走不同边。没有，我刚来啊，我刚来啊。赌博啊！冲啊！你在家里面赌博，来下架。冲啊！继续赌，继续赌。哎，跟我打。肚子饿最好。挖他们的核心，挖他们核心！冲啊！怎么有一个在原地跳啊跳的？哪里哪里？那个，看一下他们发光，我挖核心，我挖核心。好，挖到！好，是。我看到他们技师，我看到他们技师。我看到了，技师打他，我要他，技师被火焰了。哇！我杀了51个，天哪！哇！哇！杀人王，技师是杀人王啊！哇塞！战斗技师，作者挖了26次核心，挖超多啊！猛挖！是想挖多少？哇！51个杀人啊！技师好猛啊！技师杀爽爽，真的，他有力量效果，这杀很爽。作者是狂冲，然后死了33次。他就一直去挖对面的五核心，那个230个转蛋，哎呀，太会转了吧？这么多钱啊！最后的绿宝石他都不领了、啊，赶快去转蛋，结果都转不到好的、欸，好难弄、哦。这转蛋其实很容易转到那种。自己中毒的效果，他不是10% 吗？10% 好运，安安，几率有点高。转到那个饥饿，直接饿到爆，饿到爆，中毒是5%，饥饿5%。哎，谢谢。那也太高几率了吧？我刚转4颗，3颗是中毒自己。你要想中大奖是10%，中大奖弱。对不对？我们中那个中毒跟饥饿是5%都中得了啊！太强了！抽其他的，对啊，我们拼的是更低几率的啊！我也是打几率游戏啊！刺激刺激！这游戏叫阿免也免洗，技师一直精装，不是、啊？技师不要一直说、啊。不会，我们游戏有一直免洗的。双方都是有，啊，下一场换新的 IP， 好，可以再来盖一盖跑酷。哎、欸，那个重开 IP 要换吗？换一下 IP， 重开，好，这 IP， 我有什么给你创造没有用啊？那 IP 要换啊？那这 IP， 你这个怎么改地图也没办法改 IP 啊？找 IP 一改你就进不来了。好吃，好喝，好吃，好喝。哎呀，那不是影院吗？哎呀，我来开，我来开箱了，我来开箱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巧啊，好巧啊！哎呦，我先开，好巧啊，我也来。我发现我没有箱啊，你没有箱啊？昨天开过了。对啊，啊，那不是小雨吗？啊，对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好巧啊，好巧啊！都没有箱子拿了。哎，我好像昨天也开完了，好吧？我昨天也开完了。我有二十箱可以开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有20箱了？我二月这么多箱，我二月份的还没开。哦，哎，不是说刚刚没有，怎么又有？我刚刚没有去看那个。怎么刚才没有，现在有？我偷偷储值了嘛？哦，储值哦。对啊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我阿神介绍的那么好，当然选马田。你跑错台了，对不对？你跑错台了吧？感谢超级留言。走错台喽。突然觉得有点热。热。
玩得很刺激吗？天气都很奇怪、欸，忽冷忽热，忽冷忽热，忽冷忽热。可是我觉得今年冬天算还蛮热的。嗯，对啊，今年根本就没有冬天，就是冷个两天，然后就突然又变超热这样。除夕回台北超级冷，然后就后来回台中就穿短袖了。然后对啊，这两天说又要变冷了。我基本上都没有穿过长袖的。你还淡水？冷爆你！真的，我回台北那真的冷到爆炸，那风也超大。然后回到台中就天气晚秀，天气怎么了？礼物感谢小姑。不，这蓄力，蓄力。刚的声音跟蓄力完全没有关系。没有，你就是把那个 PT 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之后，然后一次请出来。好恶心哦！不要，好恶心哦！不用介绍那么的详细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哦。哎呀，来，新的 IP 记得遮 IP， 遮 IP， 遮 IP， 一定是攻速不够慢。遮 IP， 遮，好，可以开了。遮。进，开，开，继续。但你没那告示牌不见了，啊、被打掉了，不见了。什么告示牌不见？对，告示牌不见了，救命啊！告示牌被打掉了。好，作者进来了，作者直接补一个。好，我给他那个，给他创造。哇，作者创造了。不要。好。好，进去了，要不要改一下跑酷？地瓜瓜，你们改，我弄。好，我想想，回台北感觉会冷，应该这几天还好。哎，会变冷。哎，问我啊。嗯。我觉得会的，也就是不是啊，你住的台北跟大部分人住的台北不太一样啊，也是啦。你住的台北是水边，冰箱还有冷藏跟冷冻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住在高雄叫台北？你的是冷冻室、啊，好有道理。对啊，你的是冷冻室啊，不一样啊。我在玩你们的，是睡在冰箱里面吗？哎、欸，居然，那我们来听小雨的音效吧。这么凶残的吗？嗯，作者高难度，这个完全跳不上去啊！刚刚，感谢跳跃，这是金苹果吧？超级金苹果。明天应该很多店就开了。泥鳅了，泥鳅了，泥鳅了，鳅了，七七七七。冰鬼是泥鳅了，是泥鳅了，泥鳅了，鳅了，七七七七。晃啊晃的，矿车怎么用的？首先你要先打开你的 F3、然后看一下坐标位置。然后我们先把红石砖拿出来，然后再把那个铁轨，那个叫啥，触发铁轨，然后再拿一个矿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首先你把红石砖放出来，然后放上触发铁轨，然后再放矿车，然后你开始点它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特定往跟蓝色线相反的地方跑。晃啊晃的矿车怎么感觉好像自己有在问达文西那个图一样？反方向我不太懂。就是你会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弹，它会往你，你有打开你 F3 吗？有啊，只有我一直往这方向。有啊，我有反方向我懂了啊。你的身体会往蓝色线反方向。哎，我有，然后会往上跳，然后最多会跳到两格。这个矿车有什么用意吗？可以坐电梯。看那个矿车晃啊晃的那种。这个坐标位置记熟了之后，这个就精通了。但是如果你是用那个蓝线以外的地方弄的话，这个矿车会失败。不是这矿车会失败，这电梯会失败。嗯，对。
神奇的，神奇的。对啊，你转一个方向再弄这个矿车，你就会发现你上不了楼了。哦，对，原来刚刚那是阿神介绍的那么好，当然是选择马腾，原来是他的 ID 啊，不是留言。哦，原来不是抖错台啊，没事没事。对，我以为这个电梯是。哦，又是一个无法上电梯的人吗？然后，你慢慢点，还是你要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？你按住右键。你要看着这个方，你要从这里面坐。对，站这个地方，然后看着。没有，你一定要站的。那几年在这里，那边矿车。等一下，不是不是，为什么会一直把矿车挤走？我可能太胖了。对，你站在这个，太胖了。然后看着他点右键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个旋转跳！可是这个电梯看起来好好笑啊！摇啊摇啊摇！等一下，我不小心把那个屏上放了一个啊。你对人家的屏障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拿东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为什么要和人家屏障拿一个方块在这里？我不知道，拿不下来了。你又多放了一个。哇，这个人把它放满好了。不要再放了，不要再放了。这个人怎么这样一直跟人家屏障拿奇怪的东西？破坏人家东西啊！嗯，来，准备准备。嗯，杰克，你可以自己研究一下，像他们还有兄弟组哎，兄弟，哦，有看到了，Ken 跟 Sky， 这个来势汹汹哦，凶巴巴哟，有，这是小眼睛熊猫，小眼睛熊猫没有上妆的吗？对，看眼睛才晓得。那个只有三个字的英文的那个造型看起来好像小狗狗还是什么的，那是熊猫啊，熊猫，熊猫眼睛这么小，不，超小，人家没熬夜啊，人家没熬夜啊，还有东京啊，不要进去啊，大家都在乱用你的电梯，你这超坏的，这个电梯坏掉了，这个不是正确的路啊。请坐好电梯，好不好？电梯不是这样坐的。这电梯坐其实方式有点怪啊。哦不，坏掉了。这种电梯没弄好，真的也不是太方便哦。不是，就是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它的使用方式啊。比如说，使用前摇一摇。使用前摇。摇里摇里摇。熊猫，你不要自去那里呀、啊，那里很危险。熊猫，虽然很危险，但是我帮你铺路。杰克，那我再跟你们讲一下。哎，你过来，过来我这边。哪里啊？嘿，那像如果我们现在是弄这个方向啊，但电梯方向我们弄错的话，就是我们电梯是往左边干，但是我今天是面向这方向，它会往右边跳。奇怪。快点来哦，佳佳！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累了我累了，你矛盾了，帮手，矛盾，实打实。营销包有的下载还没，我营销包。哎呦，是梦梦，是梦梦，是梦梦。作者想当技师是不是？那你当啊？他说他想当技师。怎么兄弟党不见了？哦，练一下就好了。哦，你看你这个设定啊，到底想到底想多想当啊？当一千一百次啦，当好当满呢、欸，四年再一次啊。那我想要玩星之决斗场，哦，打架场，打架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玩？互怕互，深海宫殿，我现在很久没玩了。也是一个不好打的地图。可以啦，那个星之决斗场，大家都还不是走外围？是啊。直接走上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那杰克这是别的应用。总算来了。小帮手有两位。好。直接上了、哦。穿墙。嗯。哦。好猛。嗯哼。
大帮，不让他们直接点吗？哎、欸，有一台车子不见了，啊，都坏了，哀声，买咯，好，搞啊，在玩那种，这个决斗场，等下这个矿车要不要先打掉啊？打掉，等一下会大那个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打掉，打掉了吗？打掉了，打掉了。啊，那这场8000分多一个，多1000，生命值吗？好，积分呐、啊，结束的积分，还是攻击力，Go Go， 攻击力要破表了，来，8000一刀一个，太可怕了。你以为喜欢你？你还打错？